白灼章鱼，厦门著名的小吃之一，做得最好的有两家，阿牛就是其中之一。阿牛章鱼每天限量供应，卖完就收摊。这的招牌海鲜章鱼和甲锥螺，为了保证口感，阿牛家的章鱼加入盐巴放入盆中时会不停地翻搅，直到章鱼触角变硬才有脆度，再浸泡沸水，然后捞起速冻，整个过程需要多道工序来完成。章鱼搭配黄瓜和香菜是闽南比较常见的吃法，有红白两种章鱼，白章鱼的口感更脆些。甲锥螺，螺肉很小，经过多道工序去腥去泥，阿牛家这道菜是论杯卖的，时常可以看到一群人坐在摊位边上吸一口螺，配上一口小酒，美滋美味，心得意满。